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威哥奇谈录之史前巨怪的系列解密节目。今天威姐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生活在三叠纪时期、活跃在淡水河流湖泊中的恐怖巨怪蛤蟆猿的故事。蛤蟆猿又名蛤蟆龙，属于大头泥类中的离锥亚目下的两栖动物。它是最大的拟齿类两栖动物，也是两亿年前三叠纪晚期体型较大的动物之一。蛤蟆猿的外形就像一只大号的鳄鱼，但是它有着与身体极不协调的头部，和所有两栖类动物一样湿滑无比的皮肤。从目前出土的化石上来看，蛤蟆猿的身长基本在4到6米左右。在蛤蟆猿所生活的三叠纪时期，绝对算得上是水中一霸，即使是后来在白垩纪晚期出现的狂齿鳄也不一定是它的对手。但是蛤蟆猿作为大型掠食者，就会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蛤蟆猿究竟吃什么。有趣的是，蛤蟆猿短而宽的吻部非常类似于今天北美地区的短吻鳄，因此两者之间在习性上很有可能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这一点也从目前发现的蛤蟆猿粪便化石中更是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虽然在大量蛤蟆猿粪便的化石中检测出的食物来源主要还是鱼类，但是却意外发现了大量的陆生动物。这也就是说，蛤蟆猿会在食物匮乏之时就会像短吻鳄一样在水边伏击陆生生物，而这个时期的陆生生物大部分就是各种体型的恐龙。这也就是说，蛤蟆猿也是一种靠恐龙为食的生物，而且蛤蟆猿的下颚还长着两颗长而突出的牙齿，这两颗牙齿甚至让蛤蟆猿的上颚上进化出了两个小洞，以保护这两颗长牙。因此，蛤蟆猿在闭上嘴时，会让它看起来和野猪有几分相似，而这一进化结果，就是让蛤蟆猿能够更加牢固地咬住猎物的躯体，甚至可以像剑齿虎的牙齿那样，直接咬穿猎物的动脉。可以说，蛤蟆猿在三叠纪的河流湖泊中，算是最恐怖的猎食者了。不过，蛤蟆猿的进化还是给它留下了巨大的祸根。实际上，由于蛤蟆猿相对于其他的两栖类生物，在它们的身体进化上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利的现象，那就是它们的四肢开始出现退化。这一构造在今天的鲸类进化史上也有着相同的一幕。虽然蛤蟆猿的这种进化的确帮助了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使它们种群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就目前发现的蛤蟆猿化石来看，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生活在河流湖泊之中。可是要知道，陆地上的水系相对于海洋更容易受到地球上的气候以及板块运动的影响，所以蛤蟆猿面对以上的这些情况，由于它们的四肢已经退化到无法行走，所以它们从小到大也只能固步自封地留在自己生长的水域里。就目前发现的大量蛤蟆猿化石来看，很多的蛤蟆猿的死亡都是因为河流湖泊的干涸，从而导致缺水而死的。而三叠纪的后期，由于气候突然发生巨变，导致土地干旱，这也就使得蛤蟆猿最终走向了灭亡。好了，这就是蛤蟆猿的故事。有喜欢这个系列的观众，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点赞和评论，或者投个免费的硬币来支持一下我的频道。各位观众，我们下期再见。